汪铎，新生代演员歌手，热衷多种风格的百变穿搭，因其帅气迷人的外形和独特的时尚嗅觉，被誉为行走的衣架。对，大家好，我是汪铎，欢迎两位。胖好多啊。我吗？其实我原先挺胖的，现在也是就是又胖了。嗯，你这接的也是挺妙的，是不是？我们的绝技即将上映了，请大家多多关注绝技二。那我觉得电影的这个宣传期间呢，肯定也是比较辛苦的，所以今天特意为你们安排的主题就是放松的度假。看了这么多主理人的走秀，对不对？对的，对的。你们可以分别聊聊是自己印象觉得特别喜欢的吗？林允，有哪个是你觉得印象特别深的？那个小哥哥。哪个小哥哥？凯文吗？他其实没有看穿搭，他是说他很帅。长相是吧？他不是看穿搭。我是让你说穿搭了。对，他只是看颜值来着。对啊，但是我觉得小哥哥穿什么都好看啊。哦。他看完之后直接说他不用看，就穿什么都好看。哦。对。他是个混血小王子。你要近看一下吗？我会害羞的。没关系，我就想看你害羞。来，凯文，下来给他看看。不用怕。哇。来，绕开，把舞台绕开。你干嘛？你在害羞吗？你在真实的害羞。我们俩身高是不是很配？哇，凯文，你先上去啊，你先上去。被赶上快就要上去了吗？When you were young and your heart was an open book。好的，一会儿见。接下来有没有汪铎你留下深刻印象的那个小哥哥？他这种衣服其实平时我穿的很多，然后我比较喜欢这种风格，有品味，就是穿搭会让你觉得比较感兴趣，对不对？其实还有那个小姐姐，我印象也很深刻，哪个？戴燕妮，戴燕妮小姐姐，对，感觉这个材料应该很舒服，然后还有它的这个配色让我觉得就是眼前一亮这种。我今天穿搭就是亮色海边度假风，因为我本身我也是喜欢去海边度假的。度假的目的其实是为了拍更好的照片，所以我就会选一些亮色的单品，然后来提高照片的质量，就是一个混搭的度假。而且我发现它有个鱼的包包，对，搭了一个这个包包，我觉得很可爱，很适合你。美鱼，现在是顺带把美人鱼也宣传了，是吗？美人鱼二刚刚拍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上映。我想问一下，你刚刚就林允，你有关注到凯文小哥哥的时候，实际上有几个小哥哥是完全失落的。他要冲他抛媚眼。我今天是对，然后我是属于谁？那脱下来看一下好吗？接下来的时间呢，你们俩做一件事情了，林允跟汪铎，因为刚刚你们初步的认识，择出一位成为我们第一轮擂台的首。是有鱼的那位小姐姐，因为她有鱼。哎，就祝你鲤鱼翻身，咸鱼翻。但是你们刚才在鲤鱼翻身，对。哎呦，不得了。有请。好美。接下来台下的29位，当然一开始的时候，请你们迅速点击命令，3、1，来，我们欢迎卢慧敏。接下来呢，即将，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度假登场，有请大家打个招呼。我是大宝，我叫三宝。哇，还有 slogan。三宝阿姨今天来，我刚刚说是什么？丝巾。来，三宝阿姨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属于你们的 pose。这里一模一样。一人选择一个，然后在阿姨面前摆出你们认为人生中最妖娆的姿势。三个阿姨投票，赢的那方就已经自动获得这一轮的特权。好，那我就跟汪铎了。快来呀，骗到了。哇！赢了！我的周围的表情。第一轮的特权将归属攻方还是？二，请选择。这边两票，我胜了。
好了，不管怎么样呢，刚刚在这一轮当中获胜的就是林允这边金当中的一条。好，我们的特权已经产生了，就是我们今天定介绍一下自己吧，两位。希望再怎么样提升改造怎么，然后就过来求助了。你的不一样是什么？就是要赢过她的那些闺蜜的。我这次其实就是想改变一下自己，能够甜美风。我们先请两位回到我们的攻方和守方的队伍当中，好吗？来，有请。去这边，张先生，差不多就拿。这边就那么孤零零的三四件衣服。汪铎老师，你在干什么？啊，我溜达呢，怎么了？你可以帮助我们的主理人挑选一些你觉得在这个度假过程当中能够帮助到的，对。林允，平常购物是这种风格吗？就对，但我不会买太贵。汪铎，你帮哪边选了？这一边选一个，这么公平、啊？雨露均沾。这是汪铎给我选的啊，性感。你解释一下为什么是这一件？老乡，他时间短，我挑个最短的，然后就。时间短，所以挑了个最短。各位看一下汪铎给我们挑的甜美少女风。不得不说一下，这一次我们两边拿的，不知道你们会怎么样来进的换装时刻。Call me on my cell phone.